因第六章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，你们在暗中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第一，这里面祷告的第六点啊，第六点，进你内屋。进内屋是什么？啊，进到你们的内室里头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们的内屋，内屋是哪儿？内心。内心。这就说明祷告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，进内屋。神是个灵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哪里？进心灵深处祷告。对。用灵祷告。对。不是用肉祷告，而是用灵祷告。这很关键，进没进去很关键，在表皮在肉体里头没进去。有的人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呢？就是因为在表皮上跑，没进内屋。进内屋是最关键的。那内屋上帝给你设立一个内屋，这内屋表明什么呢？就是神和人交流的地方，就是你心灵深处是神和人交流的地方。我们与主成为一灵了，不是两个灵，与主成为一灵，那就表明神的灵和我的灵已经合一了。当你进到里边，就表明在圣灵里祷告。对，这正说在圣灵里祷告是最关键的，依靠圣灵，圣灵替我们好带球。你不在圣灵里祷告，所以他不能替你带球。你在肉体里表皮上的祷告，上我讲了，替中国灾难带球，替玉树带球，替汶川地震带球，替北京那个瘟疫带球。他们怎么带球的呢？当一个人没有进到内室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带球的时候是在从肉体的角度去领悟，从肉眼看着，说哇，你赶紧止息这个瘟疫吧，叫上帝止息瘟疫。主啊，你千万别地震了。当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。什么是必须？必须是必，是绝对的，一定的。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不进到内室的时候，我就在表皮祷告，与表皮祷告就走形式祷告，是不是？那就肯定不能在内室里祷告。内室是指在圣灵里，在基督里祷告。内室是代表与主合一的祷告，被圣灵感动的祷告，是不是啊？当一个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因为我进到内室，圣灵感动我祷告的，这时候圣灵在帮我说话。当我不进内室时，和圣灵祷告没有关系，这时候你祷告不上来，圣灵也不帮你。那个时候你全是肉体上的祷告，所以在肉体上祷告不体贴圣灵的意思，乃体贴人的意思。你比如说彼得说，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彼得说一句话，说主啊，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，主啊，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呀。这个话从哪来的啊？撒旦推我后面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这种的祷告主不听的，主啊，你我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啊，好像向着主说话去。其实耶稣要不信耶路撒冷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他要不信耶路撒冷就不能死，他不能死，你的罪就永远在，他死了你的罪才不在，是不是啊？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到底是在表皮上肉体里祷告，还是在基督里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还是在生活里祷告，很关键的。是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还是顺着我的情欲祷告，按照我的想法祷告？
主啊，你别提这个，你别饥荒，你别战争，你别将来别陷取瘟疫了。主啊，你来的时候千万不要七年大灾难呐！要七年大灾难，我吓死了。这么祷告主听不听？主定好了末后时期，将末后的七年将有灾难，末后的三年半年，是不是、啊、有灾难？这时候你祷告，求主不要在这三年半中间兴起灾难。主听不听？主不听的，这是一种错误的祷告，违背神旨意的祷告。好了，主啊，你不要拆毁我的旧人，留着我的旧人，留着旧人干什么呢？在地上活着，活着干什么呢？活着犯罪呀，犯罪干什么呢？犯罪好认罪呀，认罪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一连串就来了，问题一连串就来了。一个人祷告错了，这问题多不多了？就多了。因为他祷告不在上帝旨意中间，主啊，不要拆毁旧人。这个祷告就有问题了，不让拆毁旧人的祷告，是不是？这不在上帝旨意中间的祷告，所以要进到你的内功。在神眼看，我们的心就是神居住的屋子，我们的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那么现在你祷告的时候，不在内部里祷告，在外部里头，会产生什么果效？不在上帝旨意中间祷告，就乱七八糟的祷告。你们听过乱七八糟的祷告吗？乱七八糟的，不在神旨意中间祷告。你看耶稣基督教导那个主导文的那个祷告，那是别人问耶稣，主啊，我们不会祷告，请你教我。那时候圣灵还没赐下来，耶稣才告诉你，你祷告求给你圣灵，是不是啊？那时候圣灵没赐下来，所以他们祷告是不会祷告，主才教他们祷告。实际那个时候，耶稣教那个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们根本不懂神，也没有圣灵的同在。耶稣跟他们，耶稣还没升天，还没定十字架呢，还没升天，圣灵还没赐下来呢。那时候他们祷告一点定向都没有。今天你若有圣灵的人，不进到内部里祷告，行不行啊？不行的，你也是这一爬那一扫帚。不信你就试试看，你祷告也是没有定向的，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。是不是啊？最后我们会讲，有一个人啊，一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，是不是啊？来求耶稣，是不是也祷告？在神旨意中吗？祷告啊，那么常常祷告，主播教导我要常常祷告嘛，是不是啊？他也来祷告了，到耶稣面前求一件事。主啊，我跟你求一件事。耶稣以为求什么事？耶稣早就知道他要求什么，所以把他显明出来。将来在天国里叫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左面，一个坐在右面，要干什么？要当大的，是不是啊？别当小的。将来在天国里头，你叫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左面，坐在右面，这母亲负不负责任呢、啊？负责任，这母亲爱不爱儿子啊？但他祷告的啥？知不知道？知道吗？他知道。在不在神旨意中间祷告？你家有两个儿子，坐在你左边，一坐在你右边，当官可别叫当黎民百姓啊！耶稣说一句话，说什么话呢？你所求的是什么你自己不知道，是不是、啊、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？他说难，你所喝的杯不就一杯开水吗？能喝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须喝，然而坐在我左右的不是我定的，而是我在天上固定的。
钱不给谁就是谁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母亲不求我儿子长生命，这母亲也不求我儿子明白救恩，是不是啊？这母亲也不求叫我两个儿子跟从你走天路，不求这事儿。这母亲求什么？求当官，给两个儿子来坐在左边坐在右边，在你面前当官。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在哪里祷告？是进内室的还在外院里祷告？外院，在肉体里。他看地上当官的好，所以求耶稣，你不讲，你不说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高门就给你开门吧。这回我就抓住这个应许了，祈求就得着。哎，我求什么？我可不求坏事，我求什么事儿？我求好事儿。我不求我儿子明白是我的问题，也不求我儿子怎么长生命的问题，我就抓住你的应许，无论你求什么吧。这个我就无论求什么，我就求一件事，求什么？求当官，求做大了，不做低位，也做高位，好不好？明没明白？你不叫我先求你的国，你的义呢？这个我就求，这一求就求到肉体，就求到神旨意以外。是不是啊？求他两个儿子，将来有大肉体，一个坐在耶稣左边，坐在右边，不求生命的问题，里面长不长不管，求外面，外面肉体做官，根本就不明白救恩的人，到耶稣面前去求，好像是真正求的，这样的求不蒙悦纳的求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用求也做官了，那是以后的事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。怎么求很关键，是不是？耶稣先叫你进到内屋，进完内屋了是什么？关门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进到圣灵里，然后关门，关上门。进内屋之后就关上门，关哪个门？进到内屋表明你跟神同在，进到内屋去表明你和基督联合成为一个灵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已经联合了，你跑外面肉体了，你那个灵和外面肉体联合。好，现在我的灵现在不跟圣灵联合，我的灵跟谁联合？跟肉联合。这样你祷告必不在上帝旨意中间，我的灵要跟圣灵联合，进到内部表明和圣灵联合，圣灵住进去了，我的灵不能分散了跑到肉体中间去求去了。一个人跟没跟圣灵联合，你祷告就知道，你一说话就能看出来，明显能看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有一点的环境了，马上求主啊，把这环境挪开吧，不要这环境了。主啊，有一点患难，主啊，我都信你，怎么还有患难呢？你信主了，你灵魂得救了，给你这么大的恩典，有一点患难算什么？是不是？那有一点患难你就逃避了，你这是真正的信吗？对不对？你祷告的时候全为肉体祷告，证明什么？你比如说现在南海那个灵恩派，现在我不说要叫孙家雷的，孙家德，他祷告怎么祷告呢？他告诉你按在谁家的，你看谁家楼房好，你按在那个地方，你祷告，你说主啊，你给我个楼甲子，哎，你肯定得到一栋楼。你再看谁家宝马轿车好的，你就手按在那轿车上，就开始祷告，一祷告主就给你。这祷告是在肉体里祷告，在心事祷告，在生活里祷告，还在生命里祷告？一定是在生活里。这样祷告是错误的祷告。他让你关上门，表明在生命中间，在灵里跟
成立不成立的祷告，通过圣灵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你住在圣灵？就是你通过圣灵的。为什么圣灵能替你代求？证明你已经在圣灵里祷告了。不通过圣灵的祷告，那肯定他就是按肉体祷告。看谁家有钱了，就把手就按在谁身上了。主啊，你把他的钱变成我的钱。你说这个人的祷告成不成立？这是不是祷告？信耶稣得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睡就是睡得好才荣耀神。你听到？主的工人就得吃得好，喝得好，住得好，开个好汽车，别人一看见多风光啊！找个媳妇是大学生，别人夸你，这才荣耀神呢。坏了，我说他不说坏了，耶稣没找媳妇，保罗没找媳妇。那怎么办呢？伊利亚没找媳妇，伊丽莎没找媳妇，这是和荣耀神有瓜葛吗？有关系吗？他这种祷告是不是有问题呀？九啊，请你给我30万的大楼。你就他这是他亲口祷告出来。上我们去在那聚会，他上那坐着。哎呀，他们讲起诉了，这起诉不能讲啊，你得讲30万大楼啊。你讲这人才能都来的，你讲起诉把人都讲跑了。你听听，这个人里边有没有圣灵？没有圣灵。没有圣灵能进到内屋吗？他没有内屋，他进哪里？是不是啊？你就是没有圣灵的人，你祷告的时候求圣灵，圣灵也会降在你身上。你有圣灵，你不住在圣灵里祷告，你的祷告也不会成功。现在上帝要最后的要的是信心的祷告，有信心在主面前祷告。好，这是先关上门，关上门表明不受外界、不受世界的干扰，叫关上门。要不关上门，那么现在的世界上的东西就干扰你。下面是先关门，叫祷告。你在暗中的父，用不用对别人说祷告？耶稣亲口教的，祷告你在神不是没有黑暗，这怎么暗中呢？在他毫无黑暗吗？就是原遗书第一章说吗？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怎么还暗中的父呢？难道圣经的话反对吗？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这个暗中不是神在黑暗里，这个暗中是神偷偷的查看，暗是偷偷的查看你，不是黑暗的暗，是不是啊？你不偷偷的在你祷告的时候，暗暗的在查看你的祷告，你祷告在暗中的父，这就表明这样的祷告已经有神同在的祷告，你父才偷偷的在暗中查看。是不是啊？必然报答你。祷告的结果是什么？必然报答。耶稣亲自这样讲的话，说祷告你在暗中说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父在暗中查看。必然报答。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说父要报答，父报答什么？因为你这样祷告是表明什么？表明什么？你祷告向父求，年你还向父求，父还要报答你。这报答是我好像是什么？你对我好不好？报答你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个意思。你对我好，我以后报一定报答你。你今天借我钱，我明天一定报答你。
哎，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你向父祷告，就是你看中的父，就等于你在做工呢。这样呢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上帝算你做工了。用信心祷告，信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，神就要报答你了。这里的报答就是回复你的祷告，成就你的祷告，在你身上完成你的意愿，照着你祷告的意愿给你成就，就这个意思，必报答你。但汉文的翻译的报答你，这个报答的，它有一些咱们汉文上有一些报答，就是你对我好，我报答你。其实你跟上帝和好，你祷告管父要东西，父一定报答你的，回报你的，是不是啊？就算你做了一件好事，就算你向父做了一件好事，如果你跟父俩根本就不亲近，这算你做坏事。你祷告证明什么？祷告你看中的父，你管父求要东西，借着祷告要东西，证明你今天和父俩亲不亲近的，亲近，你能肯开口跟他求了。所以不要住在肉体里面求，要住在哪里求呢？生命中间求，要住在生命中间求，一求就求准，保证报答。有人说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了，这肯定是。在哪里？是不是？我们来看第七章，第七章啊，第七节，神对祷告的人有最多的应许，就在这节经文中间。最多的应许是在这节中间。他说：“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”是不是啊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这应许啊，我们看，我们看第十，祷告正确了。在上帝旨意中间，不在肉体里，跳出肉体祷告，你站在儿子身份祷告，不站在一个奴仆身份祷告，不站在站在肉体中间的祷告，不住在肉体中间祷告，是祷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种祷告。我注意看，首先是什么？注意看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是不是啊？祈求就给你们，是不是应许？是不是应许啊？是神自己应许的，神答应的许愿，所以祈求就给你们。那怎么祈求呢？怎么祈求才能给你的？下面看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这是最大的需求，在这节经文中间都在这节，这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有三个动词，这里的祈求是动词，不是名词，是动。这祈求是用心灵诚实去祈求的。下面紧接着给结果是什么？就给你，下面还有寻找，就寻见，就寻见。这祈求什么？祈求什么？寻找什么？那今天趴着腰，眼睛注视着那街道。看看走到哪个地方呢，能够遇见一万块钱，找什么？找钱。祈求什么？主啊，你叫我卡跟头一下加200万。
主啊，能不能今天赐给我200万？你不说的吗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实现。这个人祷告在肉体里，在生命中间。耶稣说的祈求是祈求天上的，寻找是寻找天上，不是寻找肉体里。有的人断章取义，把这段经文拿出来，就断章取义。那这个前提必须是儿子，儿子肯定不是肉体，是不是啊？儿子，那前提必须是儿子。有没有前提啊？注意往下看啊，说寻找就寻见。下面说，因为祈求的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。第十二是叩门的，就开门。然后现在做见证的人，你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上回我做买卖，我祈求是主啊，你叫我这买卖盈利。哎，我这一祷告完了，今天就赚了200块钱，感谢主。这值得做见证吗？值得吗？那坏了，耶稣招那几个门徒，他们正在做买卖，税官受税的人，耶稣一呼召跟耶稣走了，那这不是见证了。耶稣不让他做买卖，现在跟耶稣走，坏了。以利沙正耕地的时候，以利亚去了，把衣服搭在他肩头上，他抬腿就跟谁走了？跟以利亚走了。这证明什么？能说这不是神的旨意吗？有的人做见证，你听着，我不说别的，特别是三周一老人做见证。感谢主，今天我给你做个见证，上台上就开始白我。白过什么了？我今天早上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明天一定去聚会，今天你叫我多赚200块钱，做买卖多赚200块钱，他就把这个做见证，就把这当见证了。我又问弟兄姊妹，那些不寻求的、不找钱的外邦人，他们也没向神祈求，他一天赚了30万，怎么算？怎么算？世上的恩惠不用求，上帝给不给？那些外邦人，上帝给不给？不信主的人，上帝给不给？是求来的，还是上帝直接加给的？是加给的。那有的人怎么把这当见证呢？有许多人把这当见证，我早上求成功了，所以我今天赚了200块钱，我明天礼拜天一定去聚会去，所以今天我来聚会了，我就把这当见证。他们全见证这个东西，不信你就试试看，不信你就试试看。孙家德祷告了这么长时间，祷告大楼也没成功，那就怎么说呢？他要找个大学生，到现在没找到，牙都要掉光，头发都要掉光了，要找个大学生，能行不能行啊？你说这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他说全钻在大肉体里面，就为大肉体祷告，是不是？表面他属肉体的是属灵的，属明显属肉体，根本不属灵。主啊，他告诉教导他们那个人，我要什么样的女人？我教导他，你要什么样的女人？你要什么样媳妇儿？你跟谁说？长得什么样？多高个？胖瘦？你都跟谁说？神肯定照着你说要的给你。在外面祷告，在里面祷告。在肉体里，在属灵的生命中间。主有最后有一句话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加给你了。这是加的，不是你祷告来的，是不是？世上的东西不需要你去故意的去祷告求祈求。有的人一动就说，我明天考大学了，你帮我祷告吧。我一次我没跟他，我说我不给这事祷告。哎，我明天干这事你给我祷告吧。我明天打砸抢你给我祷告去。这事用不用？用不用？不用。不用。
是上帝的心意，那么今天就给你成；不是上帝心意，你就祷告也没有用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世上的事不用故意去求他，他就会给你的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话，不是我说的话。耶稣告诉我不要求为身体有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不要为这些事，不要为今生的事情。我们先求什么，再求什么，神就把这些东西加给你了。这是不是应许？好，再看啊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，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下面说得着，祈求的就得着，下面说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原因就是这样，凡祈求的。下面紧接着说儿子，最关键建立在儿子身上，是儿子啊，是儿子还是奴仆？儿子求天上求地上，求天上。你现在是属天的儿子，属地的。我们不属这世界，这边说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不属这世界，最后还为这世界求。主啊，我们不属肉体，最后还为肉体求。主啊，我不属什么？不属罪恶的，最后还为罪求。为罪求的有没有？有。为肉体求的有没有？有。为世界求的有没有？为物质界求的有没有？有啊，对不对？这里边提到儿子的问题，这是必须是谁？必须是儿子。前提啊，这是前提，必须是儿子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虽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；求鱼，反给他什么？蛇呢？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吗？何况你们在天上父啊！这就说明我们和天父之间是与儿子和什么父亲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求才能应允你呢。对不对？好，我站在肉体里的，还是个罪人，这边还是个罪人，那边还跟神求，跟不跟你成就？有许多的，为什么有许多人受到拦阻？他的祈求受到拦阻，因为他不是站在神的身份上，必须是儿子。那我问你，儿子是属肉体的生命，是属灵的生命？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生命。从肉身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当我站在奴仆的身份上求，就是给谁求？给肉体求。当站在儿子身上求，就进到内室里头，关上门，祷告你才暗中的父。这时候暗中的父要给你的是天上更好的。往往人求的是按肉体求，求的是不好的，是不是？你在求，在肉体里求做国家的主席都是不好的。昨天我还谈论谁呢？谈论现在国家的主席，谁谁彭丽媛是国家的主席的什么妻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当时我就说一句话，我说我比他们还大，我比他们还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，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做王，比不比他更大啊？比他更大。那我所求的肯定和他们求的不一样。如果神给我一个地上的官，将来叫我不跟耶稣一同在天国里做王，我绝对不干。我要的不是临时的王，我要的不是临时的主席，我要的是永恒的。我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求的是站在儿子的身份上去求的。奴仆求地上的，儿子求天上的。奴仆求物质界的，儿子求属灵界的。这就是耶稣就有区分了。耶稣在前面说，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就忧虑这些事，都为这些事求。所以不要求这些事情，
求眼能所见的。所以神给我们的好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所以他给我的好处是属灵界的好处，用耳朵没有办法听见，用眼睛没有办法看到，用人心也没有办法想到的。那我今天怎么求？怎么求？进到内室，关上你的什么门？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不在暗中查看，必然什么？这一定寻到的啊！这是有。下面还有祈求，就得着；寻找，就寻见；叩门，就给你开门，对不对？对。下面这一点也不疑惑，凭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啊！一点也不疑惑，这最关键的是，儿子住在里面，你就不疑惑了。啪，跳到肉体，马上开始疑惑。为什么有的人祷告完了起来疑惑？能灵吗？祷告完起来就怀疑啊，怀疑证明他跳哪里去啊？满心相信他所说的话必成就给他成，满心相信。圣经说，那你说满心的人，为什么会查到满心相信？满心相信，全心相信，一点也不疑惑，满心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我要不站在儿子身份上，肯定得疑惑。那我不进到内部，有外面外在的肉体上的事情一影响，我就会怀疑了。无论求什么，那这里边说，耶稣要把什么给那些求他的人吗？要是把什么给他求他的人？把最好的东西给那求他的人。最好的是什么？生命。我们看《路加福音》。十一章，不能说话。我们挪到这地方就是为了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的目的就是。小子们，第十三节。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把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这时候圣灵来没来呢？还没来。那他们就得求，在耶路撒冷等候求，只等到能力从天上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圣灵来了，他就有能力了。圣灵来了，帮你祷告了。圣灵来了，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。圣灵内住比什么都好，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啊，是我们进天国的印记啊，是凭据，没有圣灵行不行？一个没有圣灵的人祷告不会在圣灵里祷告的，所以他在肉体里祷告。所以这上我们讲到犹大叔，这他们是什么？没有圣灵的人。那群人呢，他们是凭什么行事呢？凭肉体的情欲行事，所以他们的祷告是在肉体情欲里面祷告，根本就不蒙上帝的垂听，神也不给他成就。这里面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要更将圣灵给他，给那求他的人吗？这个好东西是指圣灵说的。那好东西，好东西就是楼房，好东西就是汽车，好东西就是洋房，好东西就是钱。你看这个脑袋，这被今生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心眼，他专门往哪盯？往钱，往楼，往汽车，往享受，是不是往肉体上想？是不是有问题？这个人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圣灵，一听他说话就没有圣灵。我说那新加德，一开口就求这些事。哎呀，董一啊，你怎么请这样人讲启示录呢？
那启示录那大灾难那多可怕呀，不能叫他讲这个。启示录要不要讲？将来我们讲大灾难的时候，基督徒还要受逼迫呢。基督徒受逼迫是好事坏事？好事。那他不让讲了，你别讲这个了。咱们讲什么呢？传道人吃得好，喝得好，用得好，开着好汽车，住着好洋房，穿着西服革履的，西装革履的，出去别人才夸你，这才成功的传道人。成功神学，拿俺那套东西拿出来。我们讲的是成功神学吗？啊，他们讲的成功神学是生活成功。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什么？把好东西，那个好东西就指圣灵说的，给那些求他的人。没有圣灵的人，你想进天国吗？进不去呀。没有圣灵的儿，没有圣灵的人，你称为神的儿子吗？不能称为神的儿子。没有圣灵的人，将来与基督作王吗？不能与基督同作王。没有圣灵的人，有永生吗？没有永生。圣灵是我们得永生进天国的凭据。没有圣灵的人，将来能够身体得赎吗？不能。没有圣灵的人与基督同作王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记住了，那些人一想讲到好东西给来求他的人，当然耶稣说这个好东西他一定不是东西，他是圣灵说的，将那最好的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，好不好？好。求生活是求生命，求生命。生活有话讲，你们有衣有食就当什么？知足。不要为这些求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，是不是这么讲的？是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，一求就想发财，就落在迷惑、陷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完不完了？求的都是什么？所以说有许多人与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没仇的。因为他们的神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杜甫。他们钻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上帝叫你想的是天上事，叫你求的是天上的事，你想的求的都是地上的事，这是和上帝的旨意是反对的，还是和上帝的旨意是迎合的？反对的。上帝叫你借着祷告明白他的旨意，到底他叫你求的是地上是天上？现在我可以说是地上穷人都少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要想施舍都难了。过去那时候不用说别的，文化大革命的前后，我大概后期包括这个黄河以北的地方，上我们那边要饭的特别多，一说就我们的招灾，我们的黄河招灾了。黄河以前泛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都是灾区，是不是啊？经常有要饭的。那么现在找要饭的多不多？山东这个地方有多不多？有一天我和飞飞上街里去了，遇见一个要饭的，那的确是不行的，他那一看那个样子就是不健康的人，要后来给他一块钱，给他拿走了。给他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看他的的确确没有劳动能力了，是不是啊？那现在你说你去施舍都找不到门啊。过去那时候呢，要钱找不到门，现在呢，送钱找不到门，是不是啊？很少有贫穷的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你们家里有穷到揭不开锅没办法做饭的吗？达不达到那程度？有没有吃饭的？有没有衣服穿？穿破烂衣服，补丁补丁，这一个补丁那一个补丁，补丁补丁落补丁的，穿这样的衣服的吗？现在衣服稍微不好一点，过时的不时髦的都得扔掉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达到过去那个景观了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神就是恩待这个时代的，趁着还有今天，多多积攒的是天上的，不是积攒地上的。多多求神加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啊，叫我们属灵生命更加的丰盛。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叫羊
你这个人这个眼睛，耶稣说一句话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什么光明，你的眼睛若昏暗了，那全身就若昏暗了，是不是？你的眼睛黑暗了，全身就都昏暗了。你哪个眼睛开？有的人被今生的神，就世上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他眼睛就那个眼睛往哪盯？往钱财上盯，往物质界里头盯，不往属灵的生命上盯。这个人永远不好。那咱们今天和世人不一样就在哪？他们追求生活，我们追求生命；他们追求世界的，我们追求神的，对不对？他们追求今生，我们追求来生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有区别呀。你跟大家区别，那我们不也得吃吗？吃难道说你没有吃的吗？有啊，神都给你们了，你不要以为这是我劳动得来，那都是神赐给你们的。谁要给你弄一个摊子，你说你这一辈子你能劳动吗？对不对？你就感恩不尽吧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吧，千万千万不要今天的，趁着还有今天，特别特别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福音可以随便的广传的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多攒粮食好往外传道，就是将来下一代我就要讲勿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的传道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现在目前摆在我们面前，不是别的困难，就是传道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每个基督徒被兴起来，上帝都要使用你，你要没有用了，上帝把你接走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可不能做一个没有用的基督徒啊！每个基督徒，上帝不管给他五千两，给他两千两，给他一千两，都有没有用啊？当有用的时候，不使用的时候，把它埋起来的时候，上帝就找你算账了。那是涉及到不是涉及到得救的问题，而是奖赏的问题，将来自己要受亏损的，对不对啊？关不关键呢？关键。现在要求什么？趁着丰收年的时候，趁着还有粮食，丰收年的时候赶紧抵粮啊，好不好？好。等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想抵粮也抵不着了。趁着主还在这世上还有光的时候，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路啊！众多的弟兄姊妹现在都没得到救恩真理呢。神家里头的很多的人都在糊涂中间，被牢笼在罪恶里头，被牢笼在律法里头，被牢笼在那个祖宗遗传里头。你们看着痛心不痛心的？焦急不焦急啊？这是焦急啊，迫不及待的等那一天，上帝把这福音整个在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地传遍了，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呢，都有这样一个心智啊，就是把这个道传出去。我们不是光自己听见了，还要把这个道传出去，让更多的人通过我们白白的得到这样的莫大的恩典。我们白白得到，你要白白的干什么？得射出去吧，很多人需要啊，对不对？正因为很多人需要，上帝才兴起我们这一群人。首先借着这群人能站起来勇敢地为他福音做见证。我今天所讲的就是今天目前的教会中间有许多关乎祷告上的错误，关乎信仰上的错误，关乎道路上的错误，是不是？这都得讲了，祷告上的错误，信仰上的错误，道路上的错误，真理上的错误，很多很多的错误啊，都得讲出来。因为祖宗的遗传泛滥，在教会中间把弟兄姊妹都领到坑里去了，领到误区中间，闭门带出来。这样呢，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兴起，上帝兴起的世代，为真理打美好胜仗的基督的精兵，说我们站起来勇敢的为他基督的真道做见证，好不好？都有用的。你别说主啊，我不像王一浩那样，你没有给我那么大的，他都给你了，你自己寻找吧，你自己祈求吧，主啊，我要更大的恩赐，好不好？我要更大的恩赐，感动他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，好不好？千万千万不要说我没用了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！你不行，主行啊！你不行是在你里面说话，你行的是在主里面说话，不是你行，是主行。主在谁身上，谁身上就行，对不对？主在以利亚身上，以利亚说话大有能力的。
是不是？主在一粒沙身上，一粒沙大有能力的，就看那感动的灵感动谁。可能感动一个不起眼的人，借着他的口也能讲说出今天我所讲的道。不在乎这个人好坏，只在乎神在感动谁。我们都在主的面前，按照肉体说是卑微的无用的人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这个无用的人，好不好？如果他能使用你，那今天你进到内室中间，跟他俩好好交流交流，跟神俩好好交流交流，畅快的交流交流。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。阿门。不会不使用你的，是不是啊？他不会不使用你的。越是在这个情况下，仇敌泛滥，假道纵横，是不是啊？这些个遗传的东西在教会中间大肆的泛滥，越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越能够站起来，勇敢为主的正道打到美好的身上，做见证，对不对？不能够退缩呀。你比如说，弟兄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他要离开这个地方，那我们中间还要兴起更多的人来，对不对？他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别的地方还有他自己的使命。谁还要见着他在别的地方传讲天国的福音？你放心，你只要传讲天国的福音，你把肉体上的需求你都放下，上帝不会叫你饿死。我一直在传，神没饿死我，反而倒胖了。昨天一称170斤，是不是啊？不会受不了，你也不会别为肉体想，神就为你想了。这些东西上帝都会赐福给你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甘心的把为主舍上了，摆上了，那么这样上帝呢就会看顾你的，保守你的，是不是啊？不要为那些想思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就为这些忧虑，没有用的。上帝今天耶稣教导的就是不要我们为这今生的事情忧虑，吃穿用这些是没有用的，神都能加给我们的。你只要有信心，这些不用求。你要求的是什么？主啊，我要明白救恩。主啊，你给我能力权柄。主啊，你给我口才智慧。主啊，我要把你的真道传到地世界地极。存这样勇敢的心，在主的面前必得大赏赐啊！都求什么？你自己说说，好不好？都求什么了？今生的事情不用多多的求，甚至不求，我都在主面前我不求。刚信主那时候，经常也为肉体求过，但那时候不知道啊。后来呢，上帝就引导我啊，主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们。弟兄怎么能听清楚啊？好，咱们再往下看啊。再往下看，咱们看主导文第十一章耶稣教导他们祷告。这里面因为在主导文中间也是耶稣教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，他叫我们求什么。你看耶稣基督教导这些都是教导地上的还是天上的？天上的。有多少人把这些经文把主导文当成地上的教导，教导地上的？不是的，注意看啊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：“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门徒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”这是天上事，是地上事。哎，这就说明愿所有的人，这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祷告的时候求天上的事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求天上的事，求生命的事，求去遍地的人都认识上帝，
都尊你的名，愿所有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就说明福音要传遍地极，对万民做见证。然后末期好都来到了。那么今天万民还有许多的人不明白救恩的，不知道耶稣这件事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不往这个方向祷告，你祷告求尽求个人肉体祷告，爱惜自己生命，就必丧到身上。唯我丧到生命的，必要得到生命。耶稣祷告第一句话就叫我们出天上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人所有的人都认识你，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是不是啊？这是第一个愿，愿所有你的福音被传遍地极，让所有的人都借着耶稣基督名而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，都尊天上父为圣。圣是什么？圣洁的，是不是啊？上帝是圣洁公义的。好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是不是天上的事儿？是，那是天上。愿你的国降临。那在路加福音里头，这里边说国已经临到了，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叫愿你的国降临呢？啊？耶稣说：“我要靠神的能力赶鬼，证明神的国临到你。”我们往下看啊，看第十一章第十九节，这是犹太人污蔑耶稣基督是靠别西卜鬼王别西卜赶鬼。注意看十九节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的子民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，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。我说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耶稣在这一卷书里头，而且在一章圣经就提到两件事，一个叫你求神的国降临，一个叫你什么？一个说我要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证明神的国临到你。就在一章里头就说两件事，到底神的国降临了还没降临啊？耶稣说我要靠着神的能力干，这就说明神的国临到你。在这个时候神的国还没有满月，圣灵还没降临，这是耶稣基督干鬼，这就说明神的国已经来到，一粒种子已经撒在地上，是指耶稣说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圣灵降临，圣灵降临人就得到能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叫咱们这样求，要你的国降临。那么同时呢，耶稣上十字架，十字架的强盗就求什么？愿你得国降临。好，我在这两个写啊，不用这祷告，我把它擦掉了。十字架强盗求的说：“你得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提醒我得国降临。”在路加福音的两个强盗，是吧？在一个在耶稣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强盗求是得国，降临。得国降临和你的国降临有没有区别？有区别。得国降临是耶稣得到国了，最后降临了。谁降临？是耶稣降临。你的国降临，国度降临，那是指国度降临。现在你国度降不降临？已经降临了，对不对？国度降不降临？降临，降临的。因为不降临，你怎么是国度呢？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，你就是国度。我们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。你这是国度了。有人还按国度，现在国度时代，国度咱们按国度时代讲，国度时代现在就是国度时代。什么叫国度？神的国度已经在人间了，已经叫教会就是神的国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求现在求早求，愿你德国降临，不要愿你的国降临。往往圣经中间在那个。就是这本圣经是用文言文翻译过来的，德这三个，这是用在名词前面，名词
就是语法的时候，语法改编的时候，就是用在名词前面。在圣经里这两这三个不分的，在圣经里这三个不分的，这地呢是用在动词前面，这德呢是用在形容词前面。在形容词前面用这个，在动词前面用这个，在名词前面用这个。我的书，书是不是名词？是。我的圣经用哪个？这个是不是啊？上帝将要狠狠的刑罚，刑罚是什么？狠狠的打，动词。是不是、啊、耶稣基督的荣美是吧，耶稣基督的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真的美呀、啊、哪个双子这个，因为它是形容词，真的美是形容词。好，咱们可以查一段经文，查一段经文，咱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找到吗？我看看这十八章第几节啊？第一节，我们看，找到吗？耶稣设一个比喻，是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说某城里有个官，不惧怕神，也不尊重人。那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去，说：“我要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”说他多日不准，他多日不准。后来心里说：“我虽不惧怕神，也不尊敬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，免得他来缠磨我。”主说：“你们听。”这不义的官，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快快地说，要快快地给你们伸冤了。然而人子来遇见世上有信德的吗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看啊，这里面是讲寡妇的祷告。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等一会儿咱们再查那段经文啊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，菲利比书后面，哥罗西书一章九节。九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。哎，这里面这个地不住地祷告祈求，这个地是哪个地？这个地不住地祈求，没有用这个地。但现在有的版本上还是用的，不信你们看，你们有的版本上用哪个？用这个，用这祈求。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后书啊，第五章用哪个？注意看第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什么？用哪个？你们那里是哪个？动词的地，动词的地。
哎，用这个，用这个，用这个。电子圣经版的很多的版，用的是哪个？用的是这个。还有昨天我们查了一个，重新得力。可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，重新懊悔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重新和重新，这两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头有重新，完了之后。不能叫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里头叫重新懊悔，用的是哪个？用的是这个重，这重是代表什么？不能重复，这重新是从头来，重新是从头来，从神生的用哪个？重生用哪个？听清楚了吗？重生是再来一次，从神生的是从他生的，重新这个重是这个重，这重重新是这个重，这是什么？翘舌的，这是平舌的，这两个是有两个意思。愿你重新得力，是不是啊？从是从这个里头得力，我从谁得力？从神得力。我从哪得的力量？我是从神得的力量。我从哪得的重生生命？我从神得的重生生命。重生可是重生，徐立阳在这个地方没分清楚，所以他在重生讲重生的时候讲的是乱七八糟的，他没分新旧两个人，所以他讲重生一定是错误。好，咱们休息一会儿。